州这么 low， 怎么你们还抢着买呀、啊？潭州竟然是中山最热销的镇区之一，我就想不懂了。每次从珠海过来，就像大都市回到了农村，你们还买路破又堵车，常常到家门口了还得堵一个小时，配套又缺失。你想找个大型商场逛逛街，对不起，还得回珠海。但是潭州是真香啊！一路之隔，珠海四万多，这里潭州才一万多，去珠海最繁华的商场才10分钟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清一色都是珠海的粤语车牌。珠海赚大钱，潭州住大房，太香了。但是潭州可能不再香，因为现在潭州可能要涨价了。之前潭州便宜是因为中珠多条断头路没有打通，现在香海高速、潭州段、潭州快线还有西部外环高速即将在2022年之前通车。去年一整年潭州的房价已经上涨了6%，从今往后潭州去珠海市区还是去中山市区都无比方便。今年房价还大概率延续上涨的势头。但是潭州这么多项目，你知道买哪里吗？什么？你从去年看到现在都还没买？去年没买房，今年又白买，说的就是你。